Leo 聊四季，天天读个新。大家好，我是 Leo， 今天来看孟加拉人对上乔治亚人。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啊，我们又回归到天梯系列了。天梯上还是有一些打得不错的比赛，我们来稍微看一下。那先来介绍一下狼方的文明是孟加拉人。孟加拉人的最大的特色是每升一个 size 哦，村民会多两寸哦，所以孟加拉人在升级时哦，通常村民是会领先对手的。而且后期的大商人也是特别厉害的，尤其是这个能抗招降能力，还有这个攻击速度的加成、派科技，还有抗这个枪兵的效果，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孟加拉人后期呢，也可以转出落马，因为他落马可以加二对毛兵的伤害，所以他的落马三攻三防都有，而且也有品种，所以是一个正常的轻骑兵哦。那为什么要出落马？最主要因为后期哦，出这个战车啊，或者是象弓，对方往往会转出这个战矛兵哦，进行反制哦。那你转落马的话，就会特别好反制对手。那自己呢，也可以转出一些老头进行反制，因为他的老头单位呢，也有这个特殊能力哦，天生双三防的这个效果，让他的老头不太容易被垃圾兵给击倒。那接下来看一下乔治亚人，乔治亚人最大的特色呢，是他有强化教堂。它的强化教堂的话，是可以在让19格范围内的村民哦，工作效率增加 10%。那乔治亚人的罗车呢，天生一开始就有一台的。那它的罗车呢，虽然有，但只能拿去探视野，不能驯服动物。这些驯养的动物啊，它是不能去驯养的，所以会有一点尴尬啊。那乔治亚人呢，他的后期哦，主要是打这个骑兵单位，因为他的骑兵单位呢，不管是肉马骑士啊，或是马弓哦，都会自动回血，所以后期呢，他的骑兵是蛮厉害的。好，再配上他的金冠技术，可以让骑兵的战斗人口减少 15%。那后期的莫纳斯帕呢，是每五只骑士跟每五只的莫纳斯帕都会增加一点的伤害力，后期的打法是非常强大的。听说12月的改版哦，可以把乔治亚人的这个额外增伤效果给 nerf 掉哈，就不再有这个额外增伤打建筑特别痛的问题了，就不会再看到 Viper 拿乔治亚人的莫拉斯帕到处拆城镇中心的画面了哈。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 nerf 哦，不是 bug， 因为世纪帝国有太多这种奇怪的能力哦，不会写出来的。大家可能以为是 bug， 但其实可能是他原本就有的。好，乔治亚这边是一个正常开局的方式，罗车配三寸哦，三人伐木，而且不是配四木。三人伐木的话，可以让自己更快升到封建时代哦，这个算是细节中的细节。那快要升成封建时代的时候，再去补木头。哦，这边是黄金开，哦，这边撞城镇中心，但是这边有两头鹅被偷走的关系，结果用城镇中心射这一条落马的时候，也把这个鹅给射掉了，啊，这是火鸡不是鹅，哇，微妙，这样这只落马好像不是很亏，直接让乔治亚人捡200肉。好，本来是要去挖黄金，但是好像被对方看到，决定要来补木头。那这边有可能是要鬼转打这个落马了，而不是打工兵了。刚刚他挖了黄金60，哎呦，他是故意只挖60黄金哦，那可能是转步兵也有可能。那为什么60黄金可以打步兵？因为可以按三支棒棒，可是他这个时间按棒棒也有点太晚，微妙，不知道他刚刚到底想法是什么。没关系，待会就可以来看一下对方到底在想啥。好，乔治亚这边是没有按棒棒，挖了一些黄金，但不挖，转出来是射箭场。好，那黄金待会还是要来挖一下。因为如果你要打射箭场点一级射的话，也是不需要挖黄金的哈。玩这个毛兵防守是不太需要去特意挖黄金，他可能是觉得被侦察到，想要回转一波开局。好，那孟加拉人这边是往工兵开局的方向走，而且也没有挖黄金，是正常的走一个射箭场，然后开始撒农田的部分，两边都是点下一农一牧。好，上方在这边继续往后补。哇，这个木头补的有点多，12个人在挖木头。
保加这边挖木头的策略算是蛮激进的。好，但罗马的部分没有继续出，今天他们有下马厩，只有出了毛兵。那两边都是稍微出毛兵防守，哦，这边看到出了三支枪兵哦，出的数量其实还蛮多的。好，那前面应该是小打小闹。好，那在33村的时候呢，这里就补下了挖黄金哦，那至少这里要补到5个人哦，待会出来的村民再补一下。这也是要看你后续要打什么战术。你后面要打这个骑士的话，黄金至少要补到11村或13村左右，黄金要非常多啊。农田至少要快要20片哦，才可以出双马厩骑士一直出。但他这边孟加拉人哦是没有骑士的文明，所以他这边不可能会打骑士，黄金并没有挖太多，还是专注于种田，也有可能会转一个老头配骑士。配这个肉马不是骑士的一个搭配也是可以预测的，毕竟乔治亚人是会打这个莫纳斯帕或是骑士的文明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马国。对，孟加人待会有可能直接回转老头配肉马，或者是配这个轻骑兵工兵都可以考虑的。城堡时代打相公其实不太推荐，因为城堡时代初期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让相公量产起来，因为通常会边打边农，相公这个单位本身就蛮贵的，有可能吗？直接鬼转相公，思考一下这个打法，我觉得不是很强，是有看过有人这样打，但胜率实在是有点悲剧。好，乔治亚人这边是点下了品种，孟加拉人点下了二级色跟战矛兵的升级。好，这边是鬼转战矛，好，连肉马都出，那这边就要开农了。那不会进攻了。好，大会开始补城的中心，好，补在左边的位置，上方继续骚扰。乔治亚人这里补下了战矛兵跟二级色。这里确实有二级射的话，就可以挡住这一波战矛。哦，还生了重装长枪兵，没想到孟加人直接打了一个垃圾兵策略啊！村民差距现在已经领先了大概10村有了，这就是孟加拉人的村民一直优势的状况。封建时代、城堡时代直接加4村，然后乔治亚人这边有 TC 底类的关系哦，村民数稍微少了一点。好，这里补了一支枪兵往前走。想要抽掉这些的肉马，好像有机会抽掉，剩下两只家里的战矛兵跟长枪兵全部被解干净了，两边都是把敌方在家里的兵力哦全部收拾干净。好，这样这里慢慢转出了少量骑士跟战矛兵，那一样是三 TC 先开始专注农。最近一直被观众问到这个骑士到底什么时候要出哦，其实就是你三 TC 运转正常，不会断村，有余力的肉就可以去按骑士哦。其实你也不用等说，什么几分几秒一定要按骑士，因为 RTS 游戏嘛，战场是瞬息万变化的，所以你要说几分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其实很困难，没有那种 SOP 这样，只能用这个经验去判断到底什么时候要出兵这样子。个人建议是，只要你稳住了，就可以稍微去出兵压制对手。那要出多少也是蛮看经验的。如果是对方直接上大石墙啊，直接围死不跟你交流，哦，法之壁那一种，那你就不能出太多兵了，你可能要升到帝王时态，用巨型投石机拆他的城镇中心或是城堡，把他逼出来会更好一点。好，这边两只老头继续往前压，这里补下了一个新的城镇中心。乔治亚人目前的村民数是70村，对上78村，村民数越来越接近，补下了第四个城镇中心哦。好，孟加拉人这边转出来的是战车，城堡不在前方。那战车这个单位用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是可以切换马弓模式跟骑士模式的。
那大部分时候呢，孟加拉人都是把它当成马弓来使用，除非是遇到对方战矛兵太多情况下，才会切换成近战模式哦，跟对方互打。这个单位呢，不管是它切近战模式跟远战模式哦，都是会被战矛兵的额外增伤获得这个效果的。所以乔治亚人要反打战车，最简单的方式哦，就是出战矛兵反制就可以了。这个单位也是血特别多的关系，其实转老头来打也不会太差。好，乔治亚人这边补下了帝王时代升级，这边补了一个新的城堡，上方也补了一个。好，那升到帝王时代，乔治亚已经开始转出了大量的莫纳斯塔了，12只。那他这个单位呢，至少要到25只哦，才会让他的最大的 CP 值哦展现出来。毕竟只有单纯的20只的话，21只的话，虽然是可以加4攻伤害力哦，但是你马上11只伤害就减一了，所以我是觉得25只左右会比较能稍微持续他的最大伤害力的数值。哇，乔治亚这边点下了异端邪说啊，他害怕自己的莫纳斯塔被招降或被叛变回去了，所以才这样打。好，但这里并没有按战矛兵去反制前方的战车。哇，这边乔治亚的配置挺厉害的哦，肉筋全部 all in， 没有打算要按战矛兵，这个经济配置相当厉害。肉金36其实是很多的，看孟加拉人这边才14个冷瓜黄金而已。是什么？手撕城堡。大家现在想要用莫纳斯塔的额外增伤效果直接砍掉前方的城堡，哇，居然砍掉了！当然是有加后面巨型投石机的伤害，加成伤害哦，顺利收掉。好，前方的城堡打掉了，但是有非常多的军营在前方。那这时候要尽可能跟对方避战了，然后转出战矛兵3级射化血，用这个东西去防守家里就可以了。毕竟孟加拉人不管要出枪兵啊，还是战车、象弓，都会被战矛兵给克制住。那如果他真的转出肉马之后呢，就是莫纳斯帕的这个优势了。好，但乔治亚人并没有想要转这种东西，他只想要打莫纳斯塔，全部转出升级2级弓跟精锐哦，全部点了下去。好，孟加拉人也点下了化学跟1级弓，这里有个洞，再补一个石墙，哇，这里防得非常好。好，右边的城堡再补了一个新的出来。还是把右边的领地给占住，后面这块黄金就可以爽爽挖了。好，左边都能冲了进去，这里感觉有点危险，枪兵要赶快上。好，开始互相伤害，就抽掉了几匹马。好，孟加拉人也在点下了自己的精锐升级。精锐战车伤害来到6+4，血量115滴血。乔治亚人这里补下了阿兹诺骑兵，阿兹诺骑兵点完之后，骑兵的战斗人口就会减少 15%。 好，这边伤害来到最大化14+6，但还差了3攻，但打枪兵还是特别高伤害啊，好痛好痛，单纯枪兵也快要挡不住，3攻继续补下。
好，上方战车走了进去，精锐战车，卡了，好，没有在控。再专心守正前方的莫拉斯帕乱冲 ，OK， 转成马弓模式，开始射击。好，那莫拉斯帕又来了，这一坨能够包得掉吗？数量有点少。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切近战模式去跟对方打，因为他现在有三级射，还有化学情况下，我待会再补个拇指环，可能会更优势一点。这边切近战一定会打输啊，对方的伤害太高了，完蛋！哇，战车全灭。那战车这个单位哦，在下一次改版的时候呢，它的近战模式哦会有小范围的这个扩散伤害哦，让它比较像是大象的那种感觉。这也会变成游戏里面哦扩散伤害仅次于这个大肉马第二个有扩散伤害的文明。像是骑兵单位的扩散伤害，就移动速度很快的那种，就只有目前只有波兰而已。下次改版换成孟加拉人的战象，这个不是战象，战车，做扩散伤害，它就不是永远只会变马弓模式了。近战模式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好，这边巨型投石机反制了回去，上方城堡稍微挡下。好，这边继续搓。好，这边修理一下城堡。这里怎么一直村民？看起来要被挡住了。莫纳斯帕这一波没有办法乱串成功。孟加拉人的正面哦，都有用这个大石墙还有城门给守住哦。看起来没有办法像其他比赛一直乱串。哎呦，但这里有洞开始挖穿喽。莫纳斯帕抓到了一个好机会，看到，开始抓村民。好，乔家人终于受不了，补下了三级射，转出的是大学。他发现对方枪兵越来越多。哇靠，孟家人，你现在才点二级伐木啊？二级木有点太晚点了。好，那乔治亚这边是点下了工兵铠甲跟化学，应该是要转战矛了，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有战矛这个东西可以用。好，下方的莫纳斯帕来到了34只的数量，14+8，我的天，前后包夹应该可以打得赢，但你还要再去 BD， 你要确定那里要 BBQ 了，你还要 BD， 哇，城堡掉了，剩下两个城堡可以抢莫纳斯帕，但右边这边又打了一个洞进去，哇哦，好，这边直接变成近战模式，上前砍战矛兵。战矛兵被暴打一波，但战矛打战车还是非常的有伤害。哇，战车前线要全灭了吗？哇靠，战车配莫拉斯帕就是这么的猛。OK， 枪兵现在出来也会被战矛兵给打爆，但战矛兵还没有点弹道血，待会可以再考找个机会补。好，这里直接手撕城堡，我有看错吗？城堡直接被乔治亚人的骑兵给拆掉了，你把你的骑兵当成凶人在玩啊，打拉汉骑兵。 OK， 把这个洞口堵掉，让对方没有办法可以逃跑，等在自家里面跑来跑去了。
啊，正前方的部分又补了更多伤兵往前，自贸兵也在往前推进，后方巨型投石机也已经准备架了起来。好，穆拉斯拉开始兵分三路到处乱打田里的农田村民。好，看一下这里也没事 ，OK。好，三级的工兵铠甲也补下了。好，三毛兵，后方有点危险哦。哇，但是前方的枪兵死的速度太快了吧？莫拉斯帕又再次打爆了骑兵阵，前面又再补了一些。哇，但正前方好像快要扛不住，后方的巨型投石机还在拆。好，这边直接转成近战模式，想要去后方暴打一下战毛兵。等战矛兵一发急火，就可以让一只战矛兵哦，这个战车哦，直接被打到残血，所以你要赶快去处理后方的战矛兵。哇，孟加拉人打战矛，真的是有点偏难打。你转落马去打战矛兵，莫拉斯帕又不给你机会，用战车上前打你也打不赢莫拉斯帕。哇，这个乔治亚人果然转出了战矛配莫拉斯帕这个组合，孟加拉人就快不行。好难扛得住。好，城堡终于被拆掉。好，这边高打低，孟加拉人打出了巨巨。哇，207只的莫拉斯帕对上194的骑兵啊，虽然战车为主力哦，但最后战车变成近战模式去打后方的战矛兵哦，自己损失了太多的战车数量，导致前线扛不起啊，城堡也掉了，赚一点打出了 GG 哦。好，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经济的部分是由乔治亚这边拿到了资源的大概8000左右的胜利，军事方面呢则是拿到 1.25 的 KD 哦，孟加拉人则是 0.8， KD 值的话差 0.4 左右。看起来乔治亚人哦，现在胜率有开始慢慢往上了，并不像刚开始那么惨了，但是下个版本就要开始下修了。所以乔治亚人的胜率呢，能不能维持哦？就要来看12月的大改版，能不能让他更能维持这个胜率呢？这是有点好奇的。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喽。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下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各位，拜拜。